我们今天先说这个修身啊，今天说的是入世的心法啊，入世心法。那么什么叫做入世的心法？等一下我们和刘峰老师有一个互动，刘峰老师从科学方面来解读，怎么叫做入世，怎么叫做心法？那么我现在主要说一说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八步的功夫呢，看成是一种能量的重组，或者叫做资产的重组。比如说，格物致知是第一种重组，它是摆正你意识和物质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是摆反了，我们认为自己的意识是主观世界，那么外面的物质世界是客观世界。我们要让自己的主观世界去认识外边的客观世界，让客观世界来适应我们的主观世界。那实际上这是反着的，对吧？那么外面才是这个事是以为主的，我们的意识应该是客的啊！我记得上次刘老师是这么谈的，是吧？是这样，就说，本质的根源是内在，就是说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颠倒梦想，是把内外颠倒了。就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对它的感知，是我们内在对它的反应。这是我们现代科学的人一般认为的这样，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都是对外部事物的信息的一个反应，这相当于我们的不同的传感器。那实际上呢，从能量本质来讲，低维空间的事物是高维的投影，那高维全在我们的意识内在，所以我们意识内在有什么样的信息，它会投影出什么样的外部世界来。他把外部世界的这种能量渲染出了他的意识能够渲染出的那部分，那渲染出的那部分像，其实取决于他自己的认知，有什么样的认知，就会渲染出什么样的外部世界。所以这个是一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的人，大部分依赖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我们是颠倒的。如果能够颠倒过来，就真正相信了解到我们内在才是投影源。我们改变投影源，外面世界就会改，这个时候才有了所谓的修行。所以济公老师拿大鼎待着啊，他认为这个世界是颠倒的，只有那样他才能看得正了这个世界哈。所以这是第一重的重组，你要重新摆正意识和物质之间的关系。第二重投影就是诚意正心与修身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意，还有你的心。还有你的身，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这个意和心一般不太容易区分啊。那么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意？那么在佛法里讲八识，那么第六识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叫做这种意识。那么进了第七识，到了第八识，那么大概就是属于那种深层的。它是跟性相连的，就是心性的这个性，那么说起来就比较深刻了。所以这第二层是摆正你的诚意正意心身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诚意里边，大概我们提出了几个要求啊。第一是要有信，要有愿，第二是要专注所以诚意。我们读古书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说你要把意成住。什么是把意成住？就是你要专注，你要专心在一念，然后就能达到正心。正心是调整你自己的心理心态。所以这个正字儿大家注意，它是由三个字儿来组成的，一个是上下的上，告诉你方向在哪儿；一个是再加一竖，是指你应该怎么做，你定在哪一个境界上。那么最后上面加一个横，加一个一，止于一，就叫做正。所以这个正字儿，你如果能够了解深刻了的话，那么对如何正心，如何调整你自己的心理心态，那么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讲齐家的时候，会着重讲这个正心啊，正心。那么第三重的重组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与现实的连接。就是你验证你自己本自具足，就是你自己有的东西怎么样在现实当中来印证，它是从家国天下这样一层一层来展开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是一体的，
啊，为什么家国是一体？它因为所谓国就是家的展开，它的边界的在扩展开，它就变成国了。那么呢，缩小起来就变成家了。那么中国人的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小家的概念啊，这家里三口人啊，一个父母一个孩子啊，或者再加上你自己的父母、爸、你的爷爷奶奶。中国不是，中国那一个大家上百子口人啊，它是一个大家族的概念。所以这个齐家是最难的。为什么？大家发现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家里不能讲理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他说他的理，你说你的理，谁要讲理他气死你，你没办法是吧？这个老婆跟你闹，一哭二闹三上吊，你讲什么理啊？没理好讲是吧？你跟你妈讲理还是跟你爹讲理啊？开始跟儿子讲理没法讲。家里是讲情的地方，它是情的一种结合。所以说怎么在家里边来磨合啊，在家里边把棱角给磨没了啊，那么在外边你就无往而不胜。所以这个齐家是我们要入世的第一步。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啊，有的人做企业很成功，家里边乱七八糟一团糟。实际上按照这个刘峰老师的话是说，他这个应用题给解错了。就是人这一辈子到这一生来，他带的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解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哈。有人是来超越这个财富的，有人是来超越这个感情和家庭的。如果他把这题解错了啊，那么本来是来超越这个情感的啊，他变成解财富观了，所以他干什么都赚钱，但是就是结回婚离一回，结一回离一回啊，老在这栽跟头啊。这个是刘峰老师说的是吧？还是您说的比较精彩。没有，我理解这个齐家哈，因为我们这儿这个家这个血缘关系，我们想血缘这个缘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好像提到过哈，缘是在投影原理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这个手投影到墙上，我这个手是三维的啊，而墙上的那个像是二维的，那在墙上我这个五个手指头之间它是关系啊，但是呢这个关系到第三维看啊，第三维的关系对于二维来讲就是缘啊，所以我们在现实中我们的这种在一起聚到一起的这个关系在第四维啊，第四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能量关联，这种关联在我们三维空间讲就是缘。所以我们大家经常讲什么叫缘分，缘分啊，我这是五个手指头投影到墙上，这手指头分开的，这叫有缘无分。然后我这么投影过去，哎，他们重合，这是缘分具足。所以我们家庭它带着血缘，而我们家庭这种关系它是非常紧密的，它在高维空间里是最紧密的这种能量关系。那我们知道吗，所有的在空间形成的这种认知的能量关系，在量子物理里面管它叫量子纠结啊，所有的纠结所有的认知其实都是障碍啊，所以我们这样的纠结在高维层次这个能量的纠结投影到我们现实来就是我们的血亲关系啊，最紧密的这种纠结关系啊，所以我们家庭里面出现的这些像是我们内在啊最本质的能量冲突啊，所以这个家里边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种挑战是离我们自己除了我们的身相以外离开身相最紧密的关系就是家的关系，就是亲人的关系啊，所以这个齐家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先修身嘛，因为这高维空间投影下来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我们的身体啊，这个相是我们的身相，那在身相放大一点就是我们的家庭的这个能量关系了啊，所以实际他们都反映的是内在的本质的能量关系。那我们身体可以通过我们身体的疾病啊，我们身体的情志啊，对我们内在有一个觉知，那我们到底内在有什么样的认知障碍？当我们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内在的认知障碍调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放大，发现我们周围跟周围能量之间，啊，更大的能量范畴里面就是家庭。那您认为家是一个干什么的地方？家其实就是我们去觉察我们自己内在认知障碍，而进一步把这些障碍超越，去超越，去颠覆这些认知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在现实中有个俗一点的话说，它就是一个道场，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觉察着我们自己内在认知的障碍，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投影，所以家是离我们最近的，我们从早上起来一睁眼啊，就跟这个家连接着
啊，连接着呢，我一从一睁眼到我晚上睡觉闭眼啊，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家人这个连接是最密切的。那这种密切的关系，实让我们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有觉察我们自己内在认知障碍的机会。还有一句话说，家里是学习爱和被爱的地方。这个是进一步放大，就是我们在三维空间里面，我们能感受到的能量，最大的能量是爱，啊，最大能量是爱。但是呢，我们理解这个爱啊，在我们现实中，什么的爱是真正的大爱啊？就像太阳一样啊，它没有分别，它不会因为这个人是好人多给他一点，那个人是坏蛋少给他一点。那我们知道吗？我们所有的烦恼来源于分别，来源于对能量的一种分别。因为有纠结它有分别啊，那这种分别在大爱这个能量体系里边，它体现的是无分别，所以它没有烦恼啊。太阳它只管付出啊，它不去评价。可是如果我们拿一个放大镜把太阳光聚焦到一点的时候，那这一点就烧焦了啊。所以这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一切狭隘的爱对人都是伤害啊。所以我们把这么大的能量聚焦到一个人身上，聚焦一个小几个人身上的时候，那这些人啊会反复的被伤害。我们觉得我们在帮他，我们在爱他，我们在呵护他，其实他会觉得被伤害了。像我们家长管子女，我们觉得都是为他好，可是实际他内在总是觉得被伤害了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把这么大的能量聚焦到一点的时候，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分别。那这一点的能量强度跟周边能量强度差异太大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组织家庭，还有这种家庭呈现？实际这儿是让我们学会爱与被爱的地方。那什么是爱和被爱呢？那是感恩，是接受，是原谅，是包容。无条件的感恩、接受、原谅和包容，就是去分别，就没有分别啊！就我把自己跟别人的分别完全超越。啊，以对方的立场，以对方对对方无条件的尊重、感恩、接受和包容，所以它是一个学会爱和被爱的地方。当这个家庭一起学会了爱和被爱，在一起把它放大到这个世界的所有方面，所以这样的家庭最后就变成贵族，他承担人类社会各方面的使命，他可以福音百代，啊，所以我们说富不过三代，是因为富二代只有两种可能，要不是败家子儿，要不是贵族。而贵族是可以福音百代，他承担责任和使命，啊，他把这个爱，啊，以一个家族的形式拓展到这个周围世界，所以家庭就是一个修炼的道场，啊，是一个共同提升的，啊，空间。传承中华文化，开启智慧人生。